小龙，小龙，你好了没有？是不是又睡着了？才没有呢。哥，哎，怎么有两只兔鸡啊？哦，这个是狸用毛线织的，可爱吧？对了，你不是去收拾行李去了吗？可是哥哥也没有收拾啊。我们江湖中人有一把刀就够了，我有什么好收拾的？我是江湖中人的妹妹，有哥哥就好了，有什么好收拾的？你是怎么做到这么理直气壮的？你们选好去哪玩了没有啊？函谷书院怎么样？那有个人可好玩了。哈哈，我看看，这个奇怪的地方是哪儿？啊，这里也不错，这里是……你怎么还跟着我们呢？我明明跟着小龙，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，臭杀手！师傅说带小楼去青猴山。喂，杀手，敢来青猴山吗？走吧。你以为青猴山是随便上的吗？那我就打上去。你打得过我师傅吗？你们锦衣卫总教头来了也上不了青猴山。那就在山脚住下，慢慢打。不是谁都有资格保护小楼的，我得掂量掂量你们的斤两。那我也要陪哥哥住在山下。星儿姐姐，你要经常下来找我玩。气死了！都上，给小楼灌了什么迷魂药啊！真是，小楼小时候可乖了。事不宜迟，动身吧。真的要走了。不想走的话，不行，走，等大黑回来就走。大黑，怎么样？找到小狗狗没有？找到了，但年兽只能过年那个月起床，其他的时候都要睡觉才行。小年兽说他就不过来了，让我把这个给你们。他说他会想你的。星儿姐姐，青猴山在哪里？这儿。那我们在哪里呢？这儿。小狗狗就能找到我们啦。小狗狗发现这个的时候一定是过年了吧，我们送小狗狗一些礼物好不好？江湖中人身无长物，只能再找把刀了。你放了什么呀？这么多秘密。对了，这个也给小狗狗。拿错了，这个才对。让我下去。